你来干嘛？啊，你没有约我不可以来哦，一定要你约哦。上礼拜约你，你也没来啊，谁还敢约啊？上礼拜我是真的诊所有事嘛，对不起，好吗？宇文为什么没有来？哦，他今天好像身体有点不舒服。学长，我这边差不多了，我先离开喽。那你要回去了？对啊。哦，好，路上小心。好，学长，拜拜。拜拜。什么事？有个检察事务官跑来找我，说你遇到一起凶杀案。有啊，我是有目击啊，而且他为什么找你？不知道啊，他问我你那天有没有什么异常，该不会在怀疑你吧？有什么好怀疑的？我只是回家刚好经过而已。那你怎么都没有讲？要讲什么？哎，凶案现场哎，这么严重的事情都没有说。哎，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如果你只是目击的话，警方干嘛怀疑你啊？你想太多了吧？他们为什么要怀疑我？而且我不能跟你谈论现场吧？你被问过话哎。我被问过话又怎么样了吗？你是觉得我有问题吗？一开始是阿鬼，你现在要这样子，我到底做了什么惹到你了？有人想陷害我，可是他没有成功，我会找出那个人是谁。你被问过话这件事，先不要让小兰燕子知道。你老是这个样子，觉得大家会陷害你。